谢长廷，终日多年吃香喝辣，总是摇着尾巴处处站在日寇的立场，声称喝了河北水会对人体有益，明目张胆出卖台湾，实施一副汉奸的嘴脸。吴钊燮滚出来，吴钊燮滚出来，蔡英文出来面对，蔡英文出来面对，谢长廷回来切腹自杀，谢长廷回来切腹自杀，你对不起台湾2300万人，日本已经犯下了反人类罪，你们蔡英文、吴钊燮、谢长廷还帮助日本，是不是要害死我们台湾人？真贼自处，斗粉脑水，还好没人想到这一天。苍天有眼，报应循环。台湾当局不能自己当错过，还让人民受核污水毒害。我们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我们要表达强烈的抗议。我们的素质代表不能够随便乱发言，帮助日本脱罪。